没有，可能是管理报错了。那个八点半的话，这个好像是我的。啊，对，吓到我了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992新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我是一个编舞主播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一点星星的关注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支白骨哀。歌舞鼓，哎，抢货也很辛苦的啊！他们只是一个，你不是。对啊，人有，人哪有不失手的？是你半生。
家，来到九九二，我是一个古典舞主播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点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愿意支持主播的可以，不是愿意支持主播的，习惯在我直播间说谢谢，感谢淼，感谢我六哥，谢谢。然后没事儿，刚刚报错，没事儿，不要紧。然后没有打卡签到的可以打打卡，签签到，棒棒的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七分多的时间，再给大家带来一支好看的舞蹈。我发现我现在真的好虚啊，跳一支以后就出汗。对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是我无法割舍的脉搏。
谢谢，感谢六哥，谢谢，感谢卓一航，感谢淼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新秀，然后新秀就在这里，然后没有点新鲜关注的可以点一下，算了，我来一个转屏吧。没有点七星关注的可以这里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感谢大家。然后没有点心打卡的可以点击这里签个到，然后在这里往七星点点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那个麦上的主播都可以点击右键，然后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喝口水，缓一缓。我没有学过古典芭蕾。我学的是芭蕾集训，然后还有古典舞集训。谁呀、啊？哎，没事，经常有黑粉，不要紧，我们忽略就行了。他们也不容易，这一天过得肯定特别的辛苦，所以才会出来黑大家。对啊，我在这个九九二轮麦，然后还有39秒时间，我就不给大家跳舞了。然后接下来有那个菲儿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看性感的舞蹈，然后我们可以不要离开，因为菲儿15分钟以后，然后就又是我了。老六，我觉得你要火了，老六。六哥，你淡定点。六哥，你天天好激动啊。六哥，你淡定点。